好的，老板，我7点半之前肯定到，您放心。嗨，贝贝，我在呢。导航到公司。好的，出发，全程8.6公里，预计到达时间7:28。系统已为您自动更新3款语音包，请选择。啊，随便都行。好的，已为您选择包租婆语音包。还有包租婆语音包？臭小子，看路啊！哇，吓死我！哎，但是好像哦。前方有违章拍照，再不减速，我烧你铺子！哎，你这语音包说话好拽哦。滴滴滴滴，你个头啊！前方学校，别以为你长得帅，我就不骂你。我帅吗？看路啊，找死啊！哎，你这么一会儿骂我3回了啊！我在公司挨老板骂，在车里还得挨你骂呀。嗨，贝贝，我在呢。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温柔一点的语音包吗？好的，已为您更换语音包。哎，贝贝，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啊，贝贝？你这泼猴！让本座替你保驾护航。观音菩萨，菩萨呀，快给我指条明路吧！本座已为你指了一条最绕的路线。啊？为什么要最绕的路线？人生在世，本该多灾多难。本座已为你凑齐9981盏红绿灯。我又不是去取经，你就告诉我怎么走最近就行了。前方下高架。好的。哎，我不在高架上啊。下高架。你没看到吗？我不在高架上。那就上高架。好的，我上来了，然后怎么走啊？下高架。那我上来干什么？上来下高架。我刚上来你就让我下去啊？你不上高架谁上高架？上高架此乃你的福报也，前世的500次回眸。哎，停！上高架，上高架，烦死！嗨，贝贝，我在呢。你就不能给我换一个正常一点的语音包吗？好的，已为您更换语音包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载入语音包。啊，紫薇呀！就没有别的角色吗？你看我的镯子好看吗？20块呢。还是紫薇吧。前方路段好拥挤哦。来不及了。你开那么快，是要赶着见晴儿吗？晴儿。就是那个老佛爷身边的大红人啊！你们不是还一起看星星、看月亮？我什么时候陪他看过星星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哎呀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给你导航解释个屁呀！我明天开学送客，送什么客？这我的车。又怎么了？我看不见了。因为我们在隧道啊，紫薇。二哥，你点车灯了吗？我点了。为什么不多点几盏呢？就2盏灯啊。为什么我还是什么都看不见？我看不见日柱，看不见皇阿玛，看不见我们的悠悠谷啊。二哥，哎呦。还跟哎呀说来，对啊对啊，哎呀，我就爱看这种。谢谢大家的鼓励。不是这语音包也跳戏吗？我好害怕，二哥。别怕，紫薇。我们马上就要出隧道了。
我看见了。哎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啊？哇，好美的夕阳哦！我走不走福路啊？好美的电子眼哦！左拐右拐呀！观音大师，宝珠婆婆，我看到了。不是你们怎么还聊上了？让你拐，混蛋！哎，我忍你很久了。稍安勿躁，让我们上高架。